5000块算你的住宿费，提出来。5000？难道遐个旧案呢？搁剩下素材，你要甲我收5000？你故意用抢的啊？卖啰嗦啦！今嘛我这是会员照相馆的接班人，摄像馆要开也要收，我搁来才准算。恁买就倒三工，买就搬出去。陈在荣，你大家拄啊好？遮济？你毋是要倒出来？那呢，你就要对这个家付出吼。5000块算你的住宿费，提出来。5000？嗯。难道遐个旧案呢？搁剩下素材，你要甲收5000？你故意用抢的啊？而且咱到什么时阵有贷款？啊，唔着两年前个风台天，咱开翕相馆拢淹水呢。啊，你一寡家私啦、器材啥拢歹了了啦。啊，讲就开始买东买西，啊，连迄电线嘛，规个拢砍新的啦。啊，装潢嘛拢重改。啊，开这侪钱的就对了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你甲我讲，拢总开偌济啦？80啦。80？咱翕相馆，干那饲蚊仔，拢无趁钱，开80装潢，太个歹去哦，规规收收较贵去啦。我嘛是安尼想的，啊，不过。那是咱海口头一间翕相馆呢，阿公话阿公传落来做啥，哪会让安尼清清菜菜话收就收啊？对啦对啦。阮姐哦，讲了对啦吼。嗯，行啦，你讲了有道理啊。安尼我问你啦，咱的翕相馆一个月赚偌济？敢有10000？安尼在开心什么啊？即卖的人嘛，喊你来翕相馆翕相啊。咱的翕相馆即卖是钱亏啦，搁真大亏啦，安那补都补袂平，你知无啊？卖啰嗦啦！今嘛我这是会员照相馆接班人。翕相馆要开也要收，我搁来才准算。恁买就倒三工，买就搬出去。